所以才需要这个比赛的过程呢、啊。刚刚这个球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右外野手接杀出局。三垒上的跑者现在要来拼球，要直接传本垒，力道慢了。哎，想要来挡下三垒上这一分呢、啊，但是这个高飞牺牲打郑佳敏是把打点拿下来了，2-0。力量比较不够，传球是蛮准确的。如果一个。